粉、糖、230克的饭，然后上次糖再去打，快速打，然后是白色的。可以写八了哈，差不多是这样了。加入自发粉，这样子用。慢慢加入 100 plus 的水哦，我放差不多180分三次放下去，加了三次的粉跟 100 plus 的水汽水之后，差不多是这样了。再搅拌一下，搅到差不多浆就可以拿去蒸了。看，可以写一个八了，可以拿去蒸了。好了，现在要拿去蒸了，大火蒸35分钟，一气呵成。切了之后没有卡水了，很美啊！看，哎哎，没有卡水了，